现在一个愿望一个愿实现了没有？我觉得都实现都老了。问题分的分啊，我也不想跟他，我也不想跟那一套东西交际。他到一个女朋友没有？因为脾气不好，性格合不来。架子全部改过了呀，你们没一年都没上来。这个半圆下场了呗？天天给我这个死球走，赢了。公公压力也越来越大，我们压力也越来越大。所以他跟我说，他说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的，甭管赚钱多少。